第五棒，。我们谁比较会烤肉的？先烤一下，张文琪那一台很厉害的，怎么样？怎样？现在不录了是吧？不录就不要录啊！吃烤肉，吃烤肉啊！吃烤肉了！我们也不要跟你们零食啊！不要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拉我，我自己走。只有后面可以提醒前面的，这排位是真的很重要，不要开玩笑。不是排位，有时候脑筋啊，上不来就上不来。对，打铁就打一分钟，打铁就打铁。然后还会有人一直在笑的，后面一直在笑都不提示前面。超紧张，那后面其他人都不能提示啊，就后面第二个，来把位置排出来。来，哎，排位子我请排。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排的。对啊，自己啊，自救自救。我们就这样，就这样子了。好，大家加油。我们这样，就这样。好，准备看好啊！来，来，三分钟准备。好，计时，开始。你头发怎么样？稀。你头发很稀，很少。稀疏，稀疏。乔楚。哎呦，好漂亮！快快快！叫什么？金主。哎，不错啊！快快快！好辣，好辣，好辣！快，哇，快！科呢？烤鸟，烤鸟对，烤烤鸟对，烤鸟的，搞搞搞搞搞搞搞蛋搞蛋糕搞搞搞搞过过过，就他宽宽，完了，光头，对呀，乌的完蛋，完蛋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强哦，一法，你身上要穿什么？你冷的时候你要穿什么？衣服。快快快快！素棉，素对素棉，哎素吃熟吃汤，对呀，素面很好，快想这么偏的，最难了哦。哎，很简单的，哎后面不要讲话，后面，我们讲很简单而已啊。我们先救我。大伦，做人非常的那个有一些法师他怎么样？阿弥陀佛，我佛，慈悲。哎呦，哇，厉害！餐包啊，哇，贼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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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？就贼里面的王嘛。偷骗。啊，有哦。如果我今天做坏事，然后我怎么样？我往要很快的逃跑。好哟，对哦。日一饶 run 饶，这个日一什么啊？弱赞哦，赞哦，其实蛮多的，赞哦，赞，软，很简单，软燕，啊，等一下，入夜，软硬啊，软硬就好了，松，那个我们以前古时候读书的时候，那个叫什么？啊，读书的学校叫什么？是不对啊，那不一样，术不一样啦，寿司啦，寿司啊，不是私塾，不这样。你跟我讲，参差不行，参差。离有一个拉老师的学生，刘子拉子堂。劳，励志，对，月山上的那个手表，山里人另外一个叫什么？袁。元雪，月雪，先讲月香，还有圆形、圆香、圆香，月香，还有吃圆形食物，对不对？哦，撑啊，撑也是吃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改一下，
怎么办？就少就少一个怎么办？少一个，就这样子啊？怎么？他们就他没有抓到，就算他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好了，这分数很高哦。哎，其实不低哦，不低，十五啊，十五哪高啊？我们只要五分就赢了。啊，我们只要五分，哇，那哇这很高足啊，这个。好快啊！你再讲一遍。我说哇，这好刺激哦，这比赛很焦灼，那我们就把它弄焦灼一点，好不好？还可以怎么样焦灼？躲起来，躲起来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就把它弄成46比32，好不好？不要，这样会比较焦灼了。攻守交换，快！要破纪录嘛，要破纪录。好了，来，那攻守交换。对。你们这还要排吧，随便排吧。还要排，才五分啊，还要想什么？五分我就当那个打败你们那一分。干嘛？哎呦，好不好？啊，还要排一下。你们都对，我就变娱乐的了。哎，我这儿子蛮贱的啊。他说他要排到第六棒，他就把他打败那一棒。这样子排。第六棒刚好啊，这样。第六棒刚好。好好好。可以。这样可以。好，那刚好新阳第六棒啊，可以啊。他第五哎，第五棒，他第五就赢了，第五棒，剩下我们就破纪录，过分，破纪录。好，我们抢，我们破最高。你知道现在怎么做了吗？坐下，卡了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到你的时候直接昏倒好了？他是可以卡一分半的，我跟你讲哦。还是你要我站第一棒，我就直接不倒了。哇，公开做这个，这节目怎么会内神通外鬼啊？对呀。还是我们刚，我们边烤，我们去那边边烤肉边打，好不好？这建议不错，还是拿在这里啊？还是烤肉拿在这里啦？昨天帮他们烤。对啊，其实那个，我觉得今天时间够，干脆我们就吃吧。你拿在这里烤肉，没有这样过了。别玩了，时间够啊！别玩了，我们打你四个。变装我们赢干嘛？这个不赢。对，不要讲太早，风水轮流转，魔兔也要尽全力。哎，来准备，啊，苦中作乐，看到没有？来，我们是慈善团体，三分钟。哦，哎，考，哎，考啊，很多。哇，它的腹地很大，我们会要比哦，广阔。哎，不对，不对，对，哦，哎，宽啊，你说什么？腹地很大，对，这个形容词，这个地方非常的宽广啊，对呀，对，考古比较好。用脑可以，可以。质疑，那个质疑他，哦好，质疑他哟。西之，哦，完了，你现在是唯一的什么？世界末日。我是唯一的小，只剩你一个人。只剩我一个人。西。空难了，你活了下来。我活了，我活下来。你好，西。好棒，你在误导他，好棒哦。没有误导。只剩你一个人，你是怎么？我是只剩我一个，很孤单啊。死不是死的相反是什么？生啊。很深，死的相反是深。你是救他，你是故意的，是？可惜你也会打铁，跟我一样，我也会。不可能，会，我们都会。有个消失的相反，海星怎么可能会想不出来？消失的相反，出现啦！你好棒哦！怎么会？海星还跟我一样哎！念一下，真的会，都会，哇，男人都会，真的帮我们哎！小寸，可以吧？小寸，继续。小寸，哎，后面，哎，帮忙讲。我跟你讲，真的都会打起来。可以吗？再讲一个。凯西，你的，你帮我再一次讲，第一个的相反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你跟我一样的东西是。徐。徐。没有错。跟我一样的东西。也是啦。什么啊？我不知道。打铁。小寸。大家气。哎呦。哎呦。是什么？那个跟我们刚刚一样。救他！你去邮局会干嘛？邮局存款啊。邮局到邮局。哎，我存了，有存吗？那第一个什么？箱有。照这个套路。怎么存啊？幸存。你太久了。对。他讲的。你到一个地方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。哎呦，平手啊！一个国家去另外一个国家。啊，或是一个记者去找另外一个人问东问西的，哎，后面不要有声音哦。好，来，一双，一双，可惜。哦，忘，最快，忘却，好厉害，忘却。哎，割了，你就有了。哎，割了。
瓜，瓜，每一个，歌，每一个唱的人的路线都不一样，歌，歌路，你有好紧张吗？哎，我们是过来，好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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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席次有几个席次？小菜，他们空难存下来的，空难幸存，唯一活的，空难唯一活的幸存，幸存啊。你的那个会，我以为你真的这么想要吃烤肉，不晓得你好会做效果哟，我没有做效果，我跟你讲真的，有时候卡住真的就卡住了。我们一直在怀疑这个，我都流汗了。徐新阳，搞不好是徐凯欣，他在哪？女儿是他。他讲，我就说他说空难什么？这提示真好，讲的真的好，提示真好，空难唯一活下来的。哦，只有我不知道。对，只有你，全世界只有你们。没关系，但我们赢了。不要难过，笑不出来，我们显输，显输，显输，他们显胜了，我们后面经历了八分呢，啊，差一点点，打八分，我们刚才五分才太差，对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好，太差，太五分太少，好吧，嗯，好吧，地狱BBQ，哦，好。地狱 BBQ 啊，非常的精彩哦，这肉哦，哇哇哇，都是凉的哦，而且好干，嗯，一只凤凉。等一下啊，听说是，哎，我真的很不需要你赢的感觉的。哎，通常有吃的都是我在吃，有喝的都是我在喝，你难得吃一次又怎么了？我难得，难得，我就很不习惯了。他不习惯。榴莲泥、黄莲粉、枇杷膏、芥末，四样都要加，多寡问题。好，多加。等一下，我们为了分工一下。有人在负责抹酱的，有人在分肉的，拿碗筷的都有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这边还有素食的，有素的，对对对，很贴心的，很贴心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会素，还准备素食？贴心哎，就是一定要吃就对了嘛，就是一定要吃，本来就准备啊。殊不知你们真的输了。好了，我们你们没有准备我想吃的，把这个当底啊，就当底啊，然后抹在这边，然后夹做披萨的感觉，披萨的哇，这样子比较好啊，可以吗？八字哦，这个厉害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多了，没关系，我三者有相逢啊，少一点，太多了啦，哥你没关系。那个把这集录存档，下次丢给我。另外一个节目，好臭。它是味道重，不是臭。好，然后我们用那个一点点，我们枇杷膏好吃。我要买到这个味道，我来帮你们。哇，好会哦，好会料理哦。榴莲味好重，榴莲味超重。这个酱是什么？芥末。枇杷膏。枇杷膏。枇杷膏。Oh my god！ 芥末 wasabi。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一点，把那个盖子拔掉直接。哇，这么多，太多了吧？哎，那个刀叉我怎么切啊？好了啦，刀叉。一人一片啊！我嗓门没那么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个吃素的来。哇，那个榴莲最多哎！重点是榴莲呐，榴莲太夸张了。拿过去，真的很夸张，那个榴莲。拿到了，变精致料理了。哇，中秋节快乐！哇，好，地狱 BBQ 请享用。Oh my god， 好可惜哦，杜导。午餐愉快。哇，奶哥好猛。他本来吃辣的。大口哎。不难吃啊。嗯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乌鸦，真的？大是不是？他用芥末去压的，不是乌鸦，他可以压黄连的味道。芥末去压，很辣哎！哎，全部枇杷膏的味道。对，然后是枇杷膏最难，枇杷膏最难，枇杷膏味道好怪哦，其他都很好吃。芥末真的可以压？哎，我真不骗你，芥末多加一点都压过去哇。他怎么了？哦，芥末很呛，真的。哎，芥末很好哎，芥末好吃，芥末很辣哦。不会不会，没有你越辣也不要那枇杷膏太恶心了。你看，我又还加。你们没有吃可惜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更可惜。还是你多带一点回去。中秋节不可能不吃烤肉啊！你怎么一边讲一边流眼泪啊？感动。费彤彤，你在丢什么呢？很呛啊！观众朋友想吃的，在我们这边留言，好不好？啊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轮流看到许多美丽的嫦娥啊，帅气的嫦娥，还有北极熊，还有小白兔，我们是玉兔，还有可爱的玉兔跟素娥，对，我们到凡间跟大家呢，我们这些勇敢的朋友一起同同乐啊，也因为呢特别计划难得一次穿两套了，对啊，我们都穿满，一次满足。喜欢的我们这样的打扮的话呢，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啊，好吧，好了。
今天我们就终结，大家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。然后呢，我们希望下次烤肉大家一起吃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每个礼拜六晚上10点整，请锁定华视的《天才冲冲冲》。祝生日快乐！快乐！拜拜！快乐！快乐！中秋快乐！